比无我。浮长文，弄七剑，蝶而跃之。五剑常在空中，便是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请。主管，今是用素人之剑。这关最麻烦，这一机会两个。素人剑者，使之以心，开之以力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智。我记得要先破盾才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我帮他打。不知道打不到。也打不到。曹庆，领命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杀不到，领命。延展，曹庆，领命。雕虫小技。不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杀！哇，好险！终于可以杀伤了。天摇万象。月泄寒霜。神魔共此破。哼，足下既言庄子，便且以为雷霆之阵宾服四方，便是诸侯剑，以为如何？好一个诸侯剑！乃此言前，说剑亦有曰：上法元天以顺三光，下法方体以顺四时，中和明灭以干四香。无不别服而听从之命者，如此尔等以为如何？尔等以为何？神魔共此破。神魔共此破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事不宜迟，学盾也是一样。曹庆，领命。因为你开盾就了不起啊。